How you doing? Let's talk business.不是啊，那个球片有些才刚出完，马上又球。我才刚出完魔剑，马上又球魔剑，所以我现在有点不是很想要管球片了。因为太多人根本没有在看我出什么片，感觉就只是想要我满足他们的需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哎，这个主播按照我的意思哦，可以哦，大概就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并不是真的想要看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想看自己的要求会不会被达成而已。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心理是变成这样了，真的是极少数的人才是真的在求片。对啊，你们有没有讲过，你们在求片的时候就讲一句话而已，但那一句话要花我多少时间？为什么是金刚狼在下路啊？哦，边线金刚狼。你真有勇气，这一波大招可以逼住他的瞬移。你还不顺哦？哦哦，对了，他一开始就被用掉了，抱歉。那刚刚就没什么好犹豫了啊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结果都一样了。虽然说上次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们想要测试一下主一技的点法吗？但事实上有点不切实际哦。你就当做这次官方对于一技的修正是赠送的就可以。不过有一种点法我也蛮推荐大家的啦，就是把一技先点到二。那一技先点到二的话，你推兵线就是放两次一技，兵就没了，就不太需要去放到二级。但我是觉得对于本来就常在玩钢铁侠人来说，你本来就会用一二技去清线。这其实没有差。所以结论就是呢，你按照原本的点法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特别去改动。钢铁侠的二技没有到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拿来清线也没差，反正你开启大招后，技能组又是全新的，跟像冰月花雪那种角色不一样。重点就是你一技点不点高，对于清线来说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因为你还是会一二一起放。逼个顺好了。OK， 连顺都顺不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！你怎么直接死了？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英雄打万磁王是好打的？我觉得钢铁侠算是其中一个好打的，那些常上边位的就不用讲了，像那个什么奇异博士啊、迷境魔这个就不用说了，那根本就选不出来啊。哎，漂亮哦，逼出来了，逼出来他就死定了，这个线进去了他就死了。哎，他没有飞到我，哈哈哈！那我还补一个瞬移。哎，结果他没死。今天吃啥？今天吃健康餐啊。我最近晚餐都吃健康餐，然后白天起床都有运动，我很棒哦。并没有。有病！我两个都要，哈，就两个都没死吗？一发，哈，啊，好呀！所以做人不能贪心，是不是？我刚真的两个都想要啊！
found a weak spot. Get down one. A little something special. Retreat. Perfect retreat. Been saving this one. Hold on. Doc, you come. My soul. Doc, you come. 什么？用女巫来打老万？不要闹了啦！不行啊！完蛋！不对，对面阵容这样选，然后你们要这样送哦。我错在那个大招放太早了，不然这一波可以赢得再漂亮一点。老万该不该被削弱？能针对他削弱的点其实蛮多的。我觉得如果担心他的那个拆塔太强的话，我觉得先从拆塔去削弱还比较好一点。因为其实老万打某些阵容不是很好打，他的招式要打在软皮上效果才会好。但如果对手都是那种前排啊灵活的那种斗士或者是刺客的话，其实老万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好发挥哦。其实如果大家大部分的情况那种阵容都是偏传统型的，哎，有射手啊软辅什么的，老万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强。所以削弱的部分我觉得先不用去针对他的伤害什么的，先从他的拆塔的速度先去削一下也不错啊。或者是那个斩杀线要不要再低一点，斩杀线有点太高了。另外一个可以削弱的点就是他的二技啊，他的二技那个重复推球伤害是真的有点高，但是那个毕竟是有条件的，所以我觉得是需不需要改呢？看情况，因为你也不可能每次都是一堆球在那边哦，他呢也是要有条件、有前置动作的。为了避免一砍就砍烂，先从他的被动拆塔那能力去削弱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慢慢砍啊，这种角色不能一砍就砍到烂吧。灵蝶哦，灵蝶可以啊。你说用灵蝶来去对抗万磁王的阵容是可以的，绝对可以啊。他只要大招放不到我就没事。那个天使知道要先抓我，但是天使要自己亲自出来抓人的风险太大了，你等于是要把自己的保命机给赔掉了。钢铁侠现在在增强后啊，推线超快的，他已经不是那种以前都只会被压在塔下的那种中单了。钢铁侠以前最大的缺点就是推线永远推不赢人，所以即使你大招可以跑线跑过去，有时候也来不及。凤凰女立场张开，老万大技就废了。那个是只对你来说废了、啊、你的队友还是很痛啊。所以凤凰女你也不能说克制啊，谈不上克制啊，那只是你自己不怕他而已，你的队友怕啊。我刚刚不就说了嘛，万磁王是强在他的招式控制强伤害高，然后那个团战的 AOE 爆发，所有的软皮法师后排被万磁王影响到都有可能突然就被带走了，而且那个大招很缓很黏哦，不是想走就走得掉的。所以啊，你要去跟他对抗的话，你的选角最好是可以直接的去针对到万磁王，或者是你的跑线比他快，你要从这部分去着手，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怕他，像灵蝶这种的，对不对？完全根本就不会怕万磁王的。因为说到底啊，万磁王真正强是强在对你的队友威胁很大，不是对你的威胁大，是你的队友会很害怕他。回到我们最原始讲的，万磁王真正强的就不是在中路，是在下路，在辅助位跟取代射手位这个部分上，万磁王才是最强的。因为他就是个法师，所以大家会觉得他去打中路。错了、啊、万磁王天生就是要走下路的，走下路你也才更有机会可以去摸到塔。你中路要去摸塔的话，你要受到上下的夹击，
危险度比较大。下路就不一样啦，要摸到塔的机会多的是哦，而且还比较安全。而且下路对抗的几乎都是什么？几乎都是射手加软辅啊，这种万疮超好打的。一个凤凰女就够一打五了，妈啦，现在凤凰女你撑不到13级就没救了。凤凰女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，如果13级之前你的队友进入劣势，超难玩的。